兰二公子，在下云梦江氏，因为诬陷，哈哈哈，这么巧啊，又遇到了。私带酒入内，触犯兰氏家规。木偶乃重要之物，非父母妻儿，岂能触碰？妻子。 韩光君，你叔父到了，似乎是要带你回云深不知处的。兰湛，你的腿没事吧？我背你。 家规，第52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细。为诬陷。蓝忘机，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我过不去，是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姑苏蓝氏是谁？当真以为我不会反抗？乃是立身之本。 原来是蓝二公子，韩光君还真不愧是有逢乱必出的美名。魏婴，难道真的是你吗？蓝湛。 这只是被紫电抽了一鞭子，腿麻而已，又没有断。
再说了，大男人还要背，太难看了。很难看吗？很好看吗？你曾经也要背我的。我怎么可能背你啊？你记错了吧？我怎么可能要背你？你从来都不记这些。蓝湛，你还说你不喜欢兔子啊？蓝湛，我们把它买下来吧。好。我研习琴谱，见有所得。可以为你演示一下，看有没有效果。蓝忘机啊，蓝忘机，我是你什么人啊？你把我当成什么？现在仍是。幸亏，这世上还有人心。蓝湛，敬你。人生得意之际。
无他，问心无愧而已。管他肥我胖我，问心无愧而已。反正何来